争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排骨。退后。直接把药吃了啊。蜘蛛别来就行了。哎，回家，先出个鞋吧，回家。光看弹幕了，咋拿的一血没看着？就 A A 一 A W A 闪现 A 点炎，明白了吗？上路这人咋没了呢？他们家真狠呐、啊，这前期就给蓝啊！蜘蛛可能来啊，这波不跟他打。那蜘蛛打完蟹没地方去。他现在有双招，我们没有双招啊。这个需要小心的一点，这是不打了，一会儿再打，这兵太多了，不给他机会。这声咋这么大呢？我五级，他三级，他要吃我的兵线。你这一个 EQ 不要放 EAQ， 这个血量一个 EQ 差不多能死。如果我直接 EAQ， 他有闪，他可能跑了。走了，也可以不走，把饼干吃了。直接上，上路其实已经炸了，
回家。低端局是战神，高端局是混子，兄弟。这叫艾欧尼亚钻二的，现在都被你说成低端局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在你心目之中已经无比的高大。除了王者大师、宗师以外，其他全是低端局，我很欣慰。看来我直播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白播，你充分的认识到了我的实力。我充实而欣慰。他以为自己溜了。他不打也不行了，他必须得打了。他现在在猥琐，他已经猥琐不住了。他一个，兄弟呀，我这都八级了，你五级你还找我拼？你以为我血少你就打死我？这都啥装备了呀？拆一波，一血塔拿下，2980，黑切多少钱？2250，黑切真便宜呀，三项比黑切贵了700块钱，所以我决定出个三项。便宜没好货，贵的一定是好一点的。25，可以。一般正常来讲肯定都得出黑切，但是这把有个鸡，鸡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。我们来个三项，哎，杀几波鸡，杀鸡，不急啊，这鸡干啥呢？他现在应该有所防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从右边来，从左边来一定会被他，从左边来一定会被他知道，所以我们从右边来，哎。这波那个蜘蛛可能会过来 F6， 我等他一波，没来去下吧，来往下走。往下走，来，
小黄毛配泰坦，可以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，往中支援。来，可以打。直接爆炸球果，这个玩意儿啊，早点给他杀了，杀完以后去杀蜘蛛。这他们家下路就直接就爆炸，这把赢完以后还得再赢一把，再赢一把我们才能可能啊，才能到达钻二。这不上打不死。哎，勾的可以啊。哎呦，蜘蛛是打不死我们的，没事，先吃个药来。这小黄毛是有点厉害啊，兄弟，给我杀他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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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不能管了，再一滴血死就死吧，这你还管他？管他，我们家不全得死？我这450加300，750块钱，这不能给。进 HD 叉 HD H 不是 H 叉 D 是什么意思 ？H 叉 D 喝西了？不对，喝西 D。啊，好兄弟，好吧。泰坦就不杀了，拿龙。这波可以干的。算了，这鸡我就不去了。完了，落手杀人了，落手值钱了。带一波回家，顺是顺了点，但15分钟出不出来死亡之舞啊。20分钟估计也出不来，这咋这么贵呢？这装备太贵了。死亡之舞跟三项能不能便宜点？俺们家好像也不是很优势啊，我这一瞅啊，够，有没有 R 闪？这墙还是可以的啊。哎，这是能出去啊，是出不去啊。
这到底是能不能出去？好像出不去啊。哎，我记着好像能出去，就这个墙好像能穿。先把塔拆了。没事，他没有多少蓝。大龙没刷，峡谷可以打。回家出装备，把军团做了。47522是什么意思？房间号啊，我改个房间名吧，这房间名不太行，这房间名感觉不行。这大鸡打他蛋，你来拿个助攻啊，我先让你拿助攻或者人头呢，这不经济最大化吗？大鸡自己往这里跑确实还是行。为什么杀一个人才给300块钱呢？这给的也太少了，这还不得我收一波兵呢。我这死亡之舞啥件能出来呀？我们就不管了啊，我也没有大，我就直接拆他们家下路二塔，先把他塔给他拔了，然后再去下路高地。这样兵分两路拆得快。走回去。把鸡杀了，再把泰坦杀了，倒地推了，溜小龙。你这就撤吧，这就别打了，这那人马上活了，你这让小黄毛来收割了，这英雄千万别让他收割，让他收割就完。20分钟刚好，两件套，加一个提亚马特，一双水银鞋，打个红去。过去把蜘蛛杀了，顺便拿个蓝，然后我们可以打大龙。收的慢点，收的慢点，直接转起来。这么能跑啊，大龙。打龙可有点不太好啊，在这等啊，等着鸡。哎，这小黄毛行啊，自己送下来了，我正愁我怎么上去呢。
好，这回给打了。往右边移，你以为右边没有人是吧？这回打呀，来呀，这回可以打了。猴哥要峡谷韩服双王哥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前几天我说你先不要招摇，你这话让飞哥听见了，怎么让飞哥的脸面往哪搁？嗯，你让那些职业选手他们的脸往哪放？你真是即使我双王者了，你也不要说出去，知道吧？谢谢。哟，这都能中。死了。那边有瞎的。打他蛋！投降吧，下一把了。投完我们打完下一把，进个级，进完级，峡谷之巅。嗯，先撤。俺们的虚区好像不足以干啥呢，这是直接跑啊，千万别回头。其实对面的阵容我跟你们说啊，要比我们家好上十倍，好十倍，要不是我们太狠上路爆了，这个小黄毛这种装备啊可能会翻，真的比俺们家好十倍。我们家只能 poke， 哎，初一九头蛇五百，杀俺们家 ADC， 不急可以干，先杀泰坦就先杀泰坦，不杀小黄毛。这里头怎么还有个别人呢？勾得好，杀鸡杀鸡。这到底出不出得去呀？这哎，勾得准 ，nice， 超神拿下，下一把，你俩可打不过我，这打不死这小黄毛。哎呀，一提到小黄毛昨天的比赛我就气。哎，泡芙为啥不出死亡之舞啊？他是感觉奥恩有点打不动是吗？那有飞机呢，那有什么好打不动的呢？
而且对呀、啊，你带个净化呀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为啥不带净化呢？